好，这个今天日本大明跟大家介绍 Xbox One 的游戏哈。昨天2088已经结束了，所以今天就来玩一下之前这个发售的一款游戏哈。这个是 Xbox One 的 game，但是因为它在 Steam 好像有发售哈。然后呢，如果你有 Xbox One 的主机的话，原则上好像是这个月份是免费的，但是因为我没有金会员，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要买的。好像800多块吧，是不是？哦，跟我奖金第一个到，我沙发呢？我见你输啦，哈哈。好，这个 Earthlock Festival of Magic，我看它中文好像是叫做魔法季节，沉睡的大地。这游戏基本上开发是由芬兰的一家公司做的哈，其实算是有一点点像太空战士的味道，但是呢，很可惜就是这款游戏它在 Xbox One 没有做 localize 哦。本地化模组，所以只有英文版，没有日文，也没有中文，真是糟糕啊！然后没关系，反正就来玩玩看。好，这个不好意思啊，安，拜托，我早就开了，重新按几次是你晚开哦。好了，拍谁了哦？郭建，先来后来都赶快。但是人家跟我们讲是第一时间看到画面出来立刻抛字，哦，好快的速度啊！玩个5分钟嘛！我今天跟那早上吃完饭回来，我现在肚子超撑的，就被吐出来了。好，这个游戏基本上全部都是英文，所以我嘛看不下有哦，那就看得懂的就边看，看不懂的就看热闹哦。我也不知道，quality 是看起来真的还不错，但是没有那个 localize 真的有点可惜，实在是。跟我讲，今天去实验，这是快闪，马上去，马上就去光华设定电脑。你连贴连连接都比你快，比什么？比贴连接是不是啊？再去给包膜哦，电脑还要包膜，应该手机包膜吧？是不是？Xbox One 有这游戏主机吗？没听过耶。你看多么新款的游戏呢，好不好？这游戏听都没听过的主机居然有游戏耶，超屌的。好啦，玩打打看吧。都已经给他付费下去了。可是他风格其实有点偏美式加日式风格，可是是美式的 game 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梦成这个奇幻文学类型。林院长，空猫啊，今天林院长，你每次进来第一句话，今天不过关不过台，你看我扣零吗？RPG 不扣零的，OK，今天介绍是 RPG 游戏，OK。Earthlock Festival of Magic。好，这句念得非常的顺口，但是里面的游戏我怎么猜？要死！下礼拜会出《女神异闻录》日文版，我听说好像已经有偷跑了。我现在地下街好像有朋友已经说到货了，明天就要去拿，太神奇了。Kitty 上晚安，Des。Get up, Tycar. Just one moment, glass. That is a fast cadet flight mission. 有个可以飞的任务啊，飞行任务是吧？好，这我不翻了。Raw，好，角色看起来就非常的神奇哦。不管，看起来是一个宿舍。我的女神要坐飞机，金卡桑，晚安的。门是关上的。好。希望她的英文不要太复杂，不过应该是蛮难的。教官，可以一天破关，我无法度嘿。啊，跟我们讲，真的是去主机包膜。这游戏画面不太像是微软风格的，因为它是 Steam 的 game 嘛，所以应该是从 PC 版移植到 Xbox One 的 Arcade。
你刚刚没有发实体版哦，那就下载版。好，这个新手教学随便了。setting， 对 ，setting 增设技能、新手教学、地图、道具、武学。好，这充满了 FF 的要素在里头。干，哎，不要乱追人。啊，战斗啊，战斗。哦，干，攻击。手榴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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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干，自己配。Good one, next you. Next you will fight two cats. Remember, if you can grow more than one into combat, if you think you are up for it. 还有两个人要跟你对打，好，没有问题。Come on. 画面其实挂的还不错的，那背大高其实没胜没败。Shadow Cat， 换武器，十字弓的，十字弓，我也有浪死 ，Lance Fighter， 被刷赛啊，快，入射，要Congratulations， 对不对？恭喜你，这个 Class 你已经这个通过了 Training， 所以你要先种下来，嗯。Pirate， 为什么他是飞行员吗？感情是话题是不错，说为什么没有至少给我日文版，都没有日文版很烦。Punch Judy Shame Blood， 好了，反正就是回合制的战斗，看起来是这样。好。反正就看不懂哦，就按掉吧。哇，那个字看起来真的很像妈的。教官，教官，我就要被踢倒。出门了对吧？好。I'm busy， 这块我练忙。他叫 Lovry， 是 Lovry， 这怎么念呢、啊？不知道啊。干 ，What are you up to now？ Nothing， nothing。I have a hard time to believing in nothing。你这个骗笑工，你无代志哈？我住这边，然后我是 Brand 的女儿。我要去哪里是我的事情，不是吗？哦，不错。当然，当然。你要走是你的事哦，但是你要记住，我会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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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最好给我好，不要冒什么问题，闹出什么问题，嗯、不懂直接跳过。这 PC Game Steam 是9月27上市，是去年还是今年？9月27都还没到流。No head， 哈，拜拜，这个老头，不要乱叫啊，小狗。很 FF 哎、欸，芬兰风太空战士啊！哦，还没上市啊！我靠，好，那就先来看看 X81 版哦，这些完整版的、欸，没价格哦。Xbox One 是卖880左右吧，我记得，刚好那个手边还有点数，然后 OK， 这个看起来不错，就跟大家介绍一下。Wicker， 我还是飞行员了。哦，没有，可爱翅膀出不去。好，这么看就觉得好像要上飞机的感觉。还没。为什么还没准备好？再看一次。
今天是 Xbox One Show です。哎，星光晚安 ，MCDY 上晚安，还有 Tina 上晚安。I'm here to fly the training mission. You have mono squads for me? No. Do you have fly challenge? Clear 要有那个飞行证是不是？没有证件就不可以飞啊 ！God damn！ 好，这个我看得懂一点点。好，伊娜桑叫做亮晶晶的妖怪，嗯，你还有，对，看半天，结果在左下角，嗯，因为他的字好像都在右边。OK， 你要给我 license 啊，不然我怎么飞 ？God damn man！ 哎，噔噔，阿鬼，你还是中文吧？他的学生都沉默不语。这个呢？这个呢 ？You're busy。好了，先回房间看有什么。What do？好，马上刚开始立刻卡关，这就是语言上面的差异造成的问题。看一下还有什么功能，我没有任何的证件要我怎么飞啊？还是刚刚后面那个右边的门其实是可以走，我刚刚有看到有个门。最速卡，这是 RPG， 对，这是 RPG 的。现在还不能飞，我刚看到这边那个门，可是我刚走半天好像进去了，敢卡住。跑步可不可以再跑快一点？哎，这边有技术人员，忘记跟他聊天了，没有用。锁起来了。你老师嘞？好，这么新的游戏到现在刚开始，立刻就卡关了。Not yet 。这比可能明天就被阿克卖掉了吧？这卖不掉哈，这是下载版靠背。哎，妈的，刚开始就卡关，我们要卡多久？那就要有那个飞行执照才可以啊。但是每个教官都不见了，你要飞行执照是要给他看的。你看三小啊，真的是。道具也只有一个补血瓶，还有一把剑，什么都没有。技能也只有两招啊。手教学，地图不给看。今天直喷就一直在这个机棚绕了一层玩。进来哦，看英文，看未来帮助实况组啊！妈的，对啊，就是说要飞行通过的文件嘛。但是说我还没有啊，那你要去哪里拿？你要拿。是不是？教官又不理你，这很奇怪呢。I'm busy， 有没有？每个人都问忙，你也忙，我也很忙啊，我还在直播嘞。你就是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了？最有可疑的就是你啦。Can get the next hope of mission， 还是讲一样的话、啊。等一下，等一下。
哎、欸，干，卡的也太快了吧！啊，飞行执照你都为你也无讲了。哎、欸，怎样 ？Fly to claim papers on his desk。哎，他的桌上。干妈的，原来是这边，文件站在他桌上，靠背哦。好，来，有了。都在那边闹十分钟了，还忙着呢。你看，应该可以了吧？哦，超开心的，终于看懂一点点英文。他说旁边有一个纸张文件哈。I'm here to training mission. Do you have a account? 有啦。Do you have a flight chance amendment? Yeah, punch, but I could, so I'm just helping help you go. Uh-huh, very well. Follow me.哦吼，来是 fly then， 嘿，因为，呀，人家过来啊，所以这在什么做飞行飞空艇可以操控吗？好，关卡第一关来到了神秘的神殿吗？我、哦、不认识的男主角，好的，男主角出现的感觉。Hey, Pichu! Where did that fence Uncle Banjo go? Uncle Banjo 走到哪去啊？我就是、I heard so much about. 我听你听你讲过这个代志了。唔知呢？哈？你讲我唔知？我都唔知啊，才问你啊。有我不都要。后来不是重点，我看无了、哦。好，章节另外一个开始就出现一个男角，这个男角不知道在干嘛的。好，我们今天实况这款是 Xbox One 的《干涉部》哦，存档阿里妈。这个魔法季节沉睡大地哦，刚国建有查一下，这游戏好像 Steam 会发，但是好像是9月27号才会上市，目前价格未定哦。那可的话是玩 Xbox One 的版本，那包装版本，如果你有这个微软 Xbox 的金会员的话呢，你可以免费获得这款游戏，但是我是用自己掏腰包买的。攻击战斗，有什么特别招式吗？哦，还有枪跟刀两种武器的，直接战斗。啊，干，干，一弹，攻击。这子弹好像是有限制的哦。等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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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存档点是不是可以补 HP 之类的？存档补血 ，Quick save，save game。呃，干没有补血，好。感觉很像大战士的系统，嘿。那扛是可以换这个武器，对，应该是太实，很像。而且它不能转镜头，目前是不能转，它是自动镜头转旋转的。拿刀好了，那个枪好像有武器数量限制。按住 RB 按钮的话，是可以直接换武器，可是会浪费一个回合。然后这家伙只能够用武器而已，用枪。啊，这个青蛙男，戳他！切，啊，好弱。Yes，Steal 可以偷东西耶。偷到了7块钱。啪！哦，对。哟西！好，获得经验值。我下面会不会有东西呢？好，被骗，没路。欸，画面其实做的还算蛮柔和的漂亮的哈。魔法季节杯的什么？这叫什么？集锦赛吗 ？OK， 那我就参加。我们参加对不对？嗯。所以要参加魔法季节集锦赛。
锦标赛的。OK， 主角说一定会赢的。来，捡宝，什么游戏什么都会有，就是一定会有捡宝的功能。哦，两瓶补血。来吧，看一下主角还有什么招式。啊，被事先攻击，可恶。只有偷东西跟攻击而已，拿枪攻击。拿刀戳一下，我感觉这个怪物有点强哦。火焰弹不能使用。好，哎，不然不要旅社，那是休息。休息。子弹数量有限。阿鬼，你还是拿刀吧。走。OK。这个要塞遗迹吗？为了要参加比赛，为什么在路上遇到这么多的昆虫？杂兵 temple， 杂不会啊？杂兵母寺面寺院。好，时光族的英文能力有限，所以大家就看看画面跟战斗，故事不详，好吧？还有这个很漂亮的雕像。哦，敌人应该差不多要出现了，不知道。哼，戳他，戳他！哦，哟西！看到顽皮豹了，是什么？是顽皮豹吗？哦，不是，干，这是鹿啊。老鼠，老鼠，老鼠，好可爱的老鼠！哦，哦，干，被用魔法了！哇靠，连续攻击！哦，好痛！啊，哦，好痛！什么丫头啊！哎，这边有宝箱，宝箱就是要捡的。六个火焰弹，火焰弹好像只有主角能够发射而已。塞，这迷宫会不会太大了一点？像我有点不太想去，又有想进去，先走这边。主角箱先走这里，好吧，先走这里。补血的吗？不是啊，这吸什么东西啊？哎，开启了。哇哦！啊，能源不够，要去补。像炼金术似的玩法，真的吗？嗯。哦，真的是走这边吗？我自己已经开始怀疑了。另外一股能源才能开这个按钮，但是没有。Why？ 好，开播将近这个30分钟以后再次卡关。哎、欸，这个哦，红色的。
歌应该是开这个的吧？でしょ？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然后呢？应该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刚刚黄绿色，绿色已经有了，红色再来一次。Yes。哇，拉好远哦！哎哎哎！应该把某些装置先关起来，比如说这个，但是我就下不去了。喂，绿色的在里面的话，红色的要把它关起来，对不对？那我现在手上是红的。被拉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另外一边就开了，对不对？干，没有，哦，有有有。然后蓝色再把它关起来，然后红色的过去换绿色，很好。OK， 顺便捡宝箱。好笑。等一下，这样子还是要叫起来。对，然后再抓一次。OK。行きましょう。耶！好，哦，进入剧情了。要干？忙打王哦 ！Holy shit！ 才刚开始就打王，要不是GG定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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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Boss， here comes the boss。火焰弹。Fire blast! Come on! 啊，打 GG 啊，很厉害！他攻击了，他攻击了！哦，哇哦，补血！补血要怎么补？有 Healing blast! Come on! Drinking! 好，继续投放炸弹！呵，继续攻击！哇，一次都打两只的嘞！男主角换武器，哈！火焰弹再次攻击，哇，100 critical 42，太好了。然后未来火焰弹好了，嗯，不行，还好看起来没有很强，快要干掉了。两段攻击再来。哦哇哦！来救！来要赢了，要赢了！耶哈！打爆你的 GG！ 解除一个成就。OK。Defeat the Temple Guardian， 干掉这个寺院的守护者。Here it is， an early disc looks。Oh, synthetic, what is that? 下面挖个小。安哥上空帮我拿到一个老的 art effect。
artifact 什么，反正就是图腾纹路，是不是？总之，我们干掉了这个 Temple Guardian。哎，然后各位，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Xbox One 的这个《魔法季节：沉睡大地》哦，刚开始玩而已，大概30分钟。这是一款这个RPG 的 game 哦，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它游戏没有 localize 哦，只有英文，没有中文，也没有日文，所以我打得稍微有点痛苦，请大家多包涵。看懂英文的就看哦，但是我应该会按 A 把它按掉哦。哦，居然有另外一组人在偷偷看。跟着他看他们要去哪里。这句我看得懂。If you really want to treasure them, they come. Thanks, uncle. 但是他 uncle 啊， uncle 居然会长跟青蛙一样。是这样，升级选项是不是？哦，技能树啊，一样，就是你有等级升了以后，看你要往哪边，太空战士嘛，啊，超的真相啊，好了解。道具店，哦，餐厅呐，这是餐厅。可能现在只能不能进去。我根据我的了解呢 ，RPG 游戏的话，当然有90%的 NPC 讲的话都是废话哦，也不太用理会。还有 NPC 不跟你讲话的，对。哦，太好了，还指定跟我讲往哪边走，往上走。路人甲 ，listen， I'm seeing strange vlog around. I bid you hail, Spark. Strange vlog again. Yes, Spark, chill. Don't you worry. You worry too much. 熊熊追啊 ，you know. 下面想下面带起熊熊追，像看到下面米高到处乱跑，怪物哟。好，所有对话几乎都是一层谜啊。看，我有捡到这个东西，看起来蛮屌的哦。没错，你知道这是什么挖沟吗？不，我不知道，但是告诉你的 uncle， 我会告诉他，叫他要好好保留这个，他大概可以卖1000块哦。哦 ，OK， 我知呀，哦，谢谢，没错，突然出来一个，好，这个字这么多的话，我就乱按了，看是猪还是兔子啊？猪兔同笼。OK。知らないよ。哦，这家伙居然加入我的 party。伙伴的 friendship。好，看不懂，不用看了，反正就是我多了一个加入同伴加入，快速存档一下，不要快速。商店有卖补血药，刚刚有用掉一瓶，我有400块，我花1块好了。炸弹卖5块，一次只能买一个，而且还不能后悔。我就这样了。
哦嘘，可以进去了。好，这个锦标赛什么时候开始？快要开始，所以还没开始。And then we open shortly， 就快要开始。所以，好，去别地方散步。好，再次卡关。为什么他讲崩之路啊？不是法国人吗？Uncle 家 ，Uncle， 我回来了。If you feel well, then you can head outside, take a nap. You right up， 睡觉。好，还是补血。HP restored， 再睡一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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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Uncle 家是开旅馆的，是不是 ？What did you get for it？要把它卖掉吗？应该没有吧。What did you get for it? Oh, not sold it. 还没卖掉。I'm mad. 啊，还要把它卖掉。Uncle, 你不丢啊。I try to keep my map update as best I can, just so you know. I drop a visit place in the highlight, you know, locations. Have a good. 我看什么东西？哦，他做了一个 map。OK， 然后呢？所以可以离开就做一个。真的耶。大赛还没开始，我靠，还有大地图哎！但是我现在要去哪里啊？天哪！走到半路会遇到怪吗？别喂！啊，大地图可以旋转的，但是不能放大缩小。地图这么大，我喜欢去兜里靠背。这怪来怪，好像我只要遇到我就直接狙击了。哎，怪宝！刚刚的点好像是要我往上走，对不对？我们来看 map 一下，靠背。map 呼叫 map， 不能呼叫 map， 靠背嘞。啊，快遇到了！有地图。对，在上面嘛，好，好 ，Let's go。哦，这边就可以操作镜头，村庄不行操作镜头，大地图可以。但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先练等级一下比较好？这个要拜。拖火车了，等一下。好，遇到怪物的时候不能呼叫选单，好吧，战斗。Oh shit！
干，没中呀、中毒了，我中毒了，要准度啊，没准度，我快打哦，哦嘘，干掉一只。好，走到了这个树。这一关有什么东西呢？有存档点。那是迷宫。我瞎蒙瞎打，还是可以走到正常的。啊干！拄着歹人啊！拄着歹人啊！靠背啊！拄着歹人，拄着歹人。我看都不会痛，完了。Oh no！ 哦哦，一枪 GG。哦哦，我的。Game over。Continue。真笑哎、欸！不打怪，感觉就像说，反正我明天不玩了，你咬我、啊。哎、欸，这边怪太强了，这不符合逻辑啊。难得啊！我不是要去打那个比赛吗？为什么突然要走那么远的地方？来，我们打一般小怪试试看。对啊，看 map， 它好像指定是刚刚那个位置。对啊 ，Game Log。关怪物图鉴。欸，我来到这里，我是要到这里啊，走错了是吧？走太多了是吧？哦，那边有一个城，有一个哦，好战斗，搞半天我走过头了啊！不行，阿干。叫你超没准头的，啊！错赛，冲啊！快冲！振作一点，主角。怪物图鉴设计这么像宝可梦。哦哇哇哇哇！啊！干没有准度，干主角你这个 bug 啊！在放弃啊！猪猪战士，你被错赛啊！还狙狙啊！啊，被狙狙啊！干，这怪有点强。Attack focus。赛，没有办法用。哇塞！啊哦！看阿克玩过就不会在石定上面踩雷了。啊干！机智啊！啊干！喵！这重来一次，这怪都很强啊！天哪 ，GG， 好 GG 了。啊！啊！啊 ，continue continue， 干要死！敌人怎么有那么强啊？干后面可能就是要升等级了，是不是？搞什么鬼？我只是要去，我将他捞出去是一个这个困难的地方了。好快绕过去，不要被发现。好，好来了。
回到一个村庄。好，总之应该就是这个村。对，买游戏前先叫阿克实况最安全，干就是雷有我踩，然后这个买不买是由你们来决定的。可是我觉得这个片不见得是雷片的，但是他没有做这个本地化，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劣势。我看那 Xbox 自己日本的那个 Xbox。评分只有2.2分而已，超低的。可是话题明明做的就很漂亮，老实说真的做的不错啊。职业扫雷专家，够切，一只还可以撑一下。你看这个扫敌范围会不会太快一点？正面的话还没碰到就有了 Mark Target Mark 你来用这招看看。哦，这补血呢，这招哦，这是魔法师哦。要补血吗？Reagan， 哈哈！但是他只能补自己血，你不能补同伴的血吗？干他妈准头没有呢！哦，有准头了。哎，可是我倒觉得这个玩起来还蛮舒服的。因为系统有个单纯的，哇，这么远就扫到了，太夸张了。眼睛看不到的状况，我的这把刀塞太多，不行不行。先补我自己，哈！你还是换枪吧，兄弟。啊呜！个啥？赶快帮补血，主血补，主角补血好不好？快进去了！哎呦，好险！搞个史莱姆王的。哦，1000攻击，切里，没办法，focus。哇，我有中毒！哇，要继续用。OK。Ability。Ability。
哦，使用道具三 X 靠背，退。有啊，这游戏有故事啊，只是都英文看不懂。干，又打王了，天哪！Holy Master of Soleil！ 哦，来了一个伙伴 ，Watch out， 小心 ！Olivia， 对 ，Olivia， 那叫 Olivia。噔噔噔噔噔！啊，我又放毒了，干他的！Attack focus! Yeah! 好、oh. 嗯，你小的话可以攻击。Speedy strike! Whoa! Fire blast! 小心啊，又来了！干，主角被死啊，竟然还包围我！自己补血 ，healing。先自己补一下 ，OK。变回来！哦，我靠！用刀，用刀 ！Change stance， vent ventron， 先用这个就好了，有危险！哎呀！主角又来了，主角被狙狙啊，主角被狙狙啊！天哪！哎呦，他妈一直打主角了，超坏的，坏东西！结果没有帮那个队友补血，超尴尬的。大哥，可是这只猪已经快死了。哎，我刚刚看到有个招式哟，好悲啊！哦哇哇哇哇，干 GG 一只了哦！我靠，妈这一刀这么痛啊！Mark of target fire blast。啊干，赢了！但是我们的猪死了。哎，猪还是有经验值可以拿耶。Now, would you lucky? I hear you。你是笨蛋，你还真幸运，不然早就已经快去了。找到一个伙伴，这个也是在这个封面里面出现的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叫做欧利亚，奇怪的机器啊！拿到一个 clunk， 等再没有存档点，我就觉得我等一下就快GG了。哦哇，好快哦，干逃不掉哦！
自己不屑，干你才补33，你死定了你。你还是不屑吧你，不然你GG啦。才补20而已，哎呦，150。呀！一刀就死一只，又超强了，中毒了。OK， 哇，那怪还真多哎！要下，好的，这个妹的攻击力还蛮强，跟那个太十三的放毒是一样的。水哦，哇，没路啊，没有路了。OK， 看看就可以打开了。鬼门存档点出现，是不是？没有哎、欸，直接进动画。哦，青蛙公寓的。特的神像哦，好 ，Into the mansion。哦，看到存档地方了。跳不过去。Gonna need a key for this， 需要钥匙。二楼先逛一逛。哦，有宝箱。然后补血。哎呀！宝箱，哦，但是这游戏的音乐真的有一点点令人想要睡觉呢。对，太沉稳了。哎呦，干，吸引人呢。蜥蜴人是可以战斗吗？敢是敢战斗。哦，主角有背的，赶快补血，不然有的人是会 dead 的。阿姆，
我干他不会痛。哎呦，撑住啊！天哪，撑住，撑住。哎呦！哎呦！死吧！哎，干掉我没有拿到东西吗？我从这边走。嗯？门是相通，干嘛还会复活、啊？哪来的怪啊？哇靠！怪就马上战斗，不小心按到叉叉以后就直接进去了，靠呗！哇塞！不学不学！哦，切！小心小心小心！要继续干走。哎呦！怪判定好远，根本不是强制战斗。他好像看到之后啊，有个按钮，看你是可以先按钮，就可以直接进去战斗，不用走到他面前。然后刚不小心按了以后，就直接打靠边。啊，我习惯性都会按 A 调查的。Super Blaster LB， 然后呢？哇哇哇哇，可以连打哎！好黑皮的，不行！
好。居然六球，靠呗！哦，整个房间大家都被我怪物都被我打完了。看这地图多大，天哪！哎，我走过来了。哦。靠近又不要按 A 就好了，这样不方便。跳去，战斗吧，战斗吧！哦，天！哎呦，输出真的有点弱。嘿，玩到快要睡着了，各位醒过来哦！时光图自己都快要睡着了，奇怪他的音乐配得不够热闹还是怎样？为什么打起来会有那种想睡觉的感觉？Oh my god！ 靠北。干，快狙狙了！啊啊，狙狙的！
看，人家都被闪过了。哦哦哦哦，啊！哎呦，还活着！小叔叔不能死。玩家都睡着了，难怪评价很低。Tempo 太慢了，你知道吗？真的觉得 Tempo 实在是有点慢。哎呀，干掉死了！哇靠！干，你又没中。不行，这个猪的攻击实在太多。我看到睡着了，刚好没记得忘记吃饭，记得没吃完饭。靠！哦，这个如果不认真，我还会死掉的。全部大补，哈！注意啦！连两段攻击，贱人去死吧！干，明天又是 Blue Monday， 对吧？又是星期一了。怪物会自动重生，哇塞！哇，三只，这有没有逃跑的功能呢？没有 run 了，可傻！哎呦，这种连装攻击。那是超强。无血 A。好。你要撑住啊！不要死掉啊！天哪！好，干掉了。Break it！ 哟，我看人家连发嘞！这里，干他补血嘞！干，哦，还帮补哎，哦，什么鬼？补什么补？补血是我们自己这边在补的。OK， 是吧？干，还出锤，攻击出锤。Okay.
啊，漂亮！这等级怎么那么难升呢？打那么辛苦，还升到三级。哦，跟我讲刚聊天室是坏掉。 存档。你看，门可以开了吗？可以了。看，为什么前面好像有一只怪的感觉？要打完了。嗯。 世界树的梦 ，Wow, what is that? Gradually, I believe that's an Amari spring. I have never seen one before. Just read about them. 之前就没有看过哈。哦，你说三元，我还真的有看过他的影片。一二三元，嗯，你哈的。 真的蛮有趣的，他应该是 YouTuber 吧？该要打完了，要打完了。赶快好好努力看这个啊！这直播的话，可能也只有今天了哦。今天之后就不会直播了，这游戏快睡着了。Attack the focus。 OK， 这个要帮。 先帮主角补血了，就快挂赛了。阿猛，好，你这先攻小怪会不会好一点？多大个？哇！哦，哎呦，干，兔子快挂了！ 猪啊，不是兔子啊！搞不懂，那是猪啊！小猪猪，快帮自己补，不然你要GG啦！哎，再来是火焰弹送你一颗！哦，哎呦，哇哦！ 哦靠！主角GG了，我的天哪！<笑>有没有复活之术啊？有复活之术。OK， 复活之术有了，但是血还是不够，很危险的。Killing Blade。 啊！不要打了，兔子。OK， 来个补血。呵，撑住了，但是不表示等一下会 OK。看，我还没有超级大绝招可以用，所以大家有那个集气集满可以。 用大招打敌人的攻速的那个设计，哎呦，你这个死啊！靠，蜘蛛你们大招没有大招，这可怜，补血瓶快要用完了，天哪！像 Light Strike。 我感觉多就强调就会死，加死人。不要砍他！哎呦，没中，好险！太好了，哎。
好，赶快自己补猪头，快猪自己补。那有没有全体补血？刚刚那个全体补血招已经没了，可恶。哎呦啊！哎呦喂啊！天哪！看这超难的挫赛的。起来！哦，好好凶哦，这个。どうでしょう？ちょっと怖い。反正是输，招式没有别招了。Attack focus 没有用。啊！哎呦！还在盯我呀！你小子还是攻击吧，你没有招了。哎呦，我丢！还好啊，有时候敌人也会吐锤。我补血一下，补血一下。啊！哇塞，你要惊死啊！没关系，复活之术。我们还是恭喜好了，复活之术给别人用。哎，这个，来，靠背。靠，这魔王很强哎！大补血，那我们要打这个，我们要打最关魔王了。我看再复活又死了哈，再来复活啊！看，可恶！不要再出水了，拜托！机器 focus， 不要死，拜托你，不要变啊！还有偏了哦，有时候他偏了会觉得很开心的，这游戏还是蛮得的。打得很慢吞吞的，但是我现在打的是非常紧张，你看，熊熊没挫赛了，无血，啊挫赛 ，OK。啊哈！哇塞，剩第二件，第二件，第二件不可以死，快过了，不要这样子！哈，我再不活！啊 ！OK， 好了，快攻击了，最后两发，但是猪可能又要死了。干，你又不锤，你怎么可以出锤 ？Oh my god！ 这很危险。管你还剩一招而已，还剩一招，去死吧你！去啊！在打恶灵古堡，为什么那么紧张啊？The hope is artificial。成一的，看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用光光了，快死了。Bad drinks。OK， 废话少说。
Hit one, left one, and swing the blade. Oh. 欢迎下来局。哇哦 ，teleport 它可以传送是不是？青蛙王啊，有哎，可以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感觉哦。好，青蛙晚安，早点休息。 哦，不过今天11点半，我看我今天直播这边也差不多了。等他讲完话，我们的台今天就到这边好了哈。今天是礼拜天嘛哈，明天大家要上班，不就飞出来？哦，我的意思，哦，来到了一个新的岛，嗯，那虽然不懂日文，结果我还是可以顺顺的打到这里，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我的天哪 ，Oh my god 哈。 OK， 嗯，好，不过这游戏基本上它还是全部都是英文的，我懂，所以我那个字幕到底在讲什么，我不是很了解。原则上就是一开始的女主角到底跑到哪里去了？现在一开始玩就是这个男主角打到现在打很久，哦，他的 uncle 是一只大青蛙人哈，后来遇到这个迪亚盖啊，迪亚盖跟他来到了青蛙的院宅以后，遇到了这个粉红色头发的不良少女哈。 于是跟不良少女结党之后呢，干掉了一个蜥蜴男爵，然后被一个青蛙小朋友传送到这里来。好，以上是直播一个半小时内容，大概是这样啊。<笑>后面就是有关于青蛙与人类之间的友谊故事。没有，我要乱掰了，我都不知道。<笑> OK， 好，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日本道明介绍这个魔法季节沉睡大地，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哈。对，那我来讲评一下这游戏。这游戏虽然 Steam 还没有发，只有先发 Xbox One 哦。不过画面的构成，我觉得美术的风格真的是很不错哦。不管是那个里面的科工啊，还有战斗的这个动作，我觉得都还算不错。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呢，游戏本身它的攻击的这个 tempo 比较慢哦，所以。 在玩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闷，再加上这个战斗的部分演出稍微又久了一点点，还有 command 在下的时候要用的指令，有一点点小小的繁杂。最重要的是它的音乐真的很好听，好听到会想睡觉。可不可以来点战斗音乐比较强烈的那一种 game 的那个音效，可能会好一点？不就哦哦哦，这个似乎就稍微可惜了一点哈。 好，这个如果你是这个 Xbox One 啊，不要，就是 Xbox 的金会员的话，好像目前是免费就可以下载，但是我是直接觉得这款游戏风格还有内容好像还不错，所以我直接是用购买的方式把它买下来的哦。所以后续的话呢，可能各位如果对这款有兴趣，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Steam 的话有出，然后假设它有中文，或许可以玩哦。OK， 好的。 那我们今天日本道明的直播就先到这边哦，感谢大家收看。好，感谢红酒、晴光，还有 Bill 桑、 Boy 桑、郭沫江以及国健、 Hunger 桑、 Ken 桑、Linkin 桑，还有 KD 桑、阿瑞，还有 Short Bridge 桑，还有 Torofuchi 桑、and We Fit and the Wiki 桑。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实况先到这边了，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哈。明天是礼拜一。 上班的日子，不过呢，各位还是要早点休息哦，因为明天，准备要应付明天新的一天。OK， 好，那就在这个非常令人催眠的音乐中，日本大来宾就先接到这边了哦。OK， 感谢大家的收看，大家早点休息。OK， 那我们下次日本大来宾的直播下次见啦。OK， Otsukai sama desu。 OK， see you next time。拜拜，拜拜。拜拜。